看啥？你还有 AD 哦，没了吧？你有什么 AD 可以玩？完了，他要辅助，可是我不知道 P 是要打哪里。等一下，我怎么变那个？伊利的 R 不能转弯。不是啊，逆命说要走下哎、欸。哈？你压缩中路好了。还是你们想看我完结看看啊？那没办法了，我去打野吧。紫金科士的 R 也不能转弯，就只有艾希的冰剑是可以转弯的。哎、欸，亚素跟姐，你们想看哪一只？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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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倒数了。亚姐。哦，他选姐嘞。那你就用亚素打他。不是，他选真娜、啊。好，就姐了啊。你觉得这场会赢吗？会吧，但你打拉克斯、欸，感觉没毛病啊。有毛病啊，没毛病。我被 counter 哎、欸，错是你被 counter 了。真的啦？是吗？嗯。你发誓啊？我发誓啊。拉克斯 counter 杰。对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开刀被他绑吗？对啊。然后他还有盾啊，直接抵消我的大。然后又能，然后我在原地回去的时候，他又能丢一还我，然后再射个大绝，我就差不多了吧？合理吧？让我们看下去，有那么糟吗？蒙多医生帮你看病。好啦，其实以上是我胡乱的，没有被康特啊，我只是在为我自己打输找个借口。这个是中路还蛮烂的，其实。真的真的可以 gank。他居然是抓了珍娜、啊、我也被珍娜 counter 啊，有威啊，我又来吧，傻子的这个姐的那个 Q 真的是，我就说我不会玩姐啊、喔、欸，来来，我帮你 gank 了，我没有大，没有闪，到底有什么了？那要给我投吗？给你，谢谢谢谢水打，哎呦，好、哦、好哎、欸，不是你在好哎、欸、什么？哎、欸，那个珍娜看起来很好吃，可是他把下路打爆了，就看起来很好吃，可是他把下路打爆了，哟。哎呦，开窍了吗？没有啊，我就跟你说我要有装备啊。我发现节操做起来好像没有想象中难呢、欸，还行啦，比压缩简单多了，而且报酬率也很好，干压缩几乎没有什么报酬率。毫无疑问就是个废角。还好啦，我来了，没有压缩真的是。那几个意思啊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我故意不打的哦。我知道，我看见了。看来今天不用去看心理医生了。但是上一场的阴影有点大。嗨，亲爱的。修一个，修一个，修一个。啊，我已经修完了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他把他抓回来了。你看，这还不是一样都在拿头，你怎么不骂他？哦、我刚刚单杀饭啊！哦，我都已经秀完了，你还叫我秀？不是啊，机器人拿头、欸，你打字骂他一下好不好？他才拿一颗。哦，有一就有二哦。那等他拿第二颗再说嘛。妈的！那你现在是心理不平衡是不是？超级超级不平衡。很猛很猛，我知道，我看到你蹲他，不是我蹲的，其实我只是在拆塔。真的、哦？没事啊，我打他超痛哎、欸。那个脚闪是怎样？不用吧？没有啊，我过不去啊，我一定要脚闪。完了，我要死了。不是说你啦，我是说中路的逆命。
没有啦，821了啦。哦，碎干！哎、欸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撑一下！我死了，交给你了，交给你了，秀全部，秀全部！可以！加油，快！撑一下！有！啊，还有一个！有点远，他还我！他没盾了！有啦，那个盾 CD 有点快。可是你现在有加速啊，我觉得你可以再贴一下。哦哟！有！哦哟，很远，没有夸爪了啦。没关系，还是要杀。哎、欸，那个蛮王是几个意思啊？还是要我自己来解决。他走了超大一圈呢、欸。这个我没有办法再忍受浪头了，我受不了。他真的很过分呢、欸，不给我杀哎、欸。他怎么知道啊？有看到吧，但是有插眼。有观念的都会猜一下现在Jungle在干嘛。所以你说他有观念哦，难怪你打那么辛苦。没有吗？我现在是不是13磕头？那是因为肥啊，他肥的自然拿你没办法。救援一下。我有点远。你黏着那个拉克斯。谁啊？这 TP 过来？不知道。匿名，不要一直搞怪好不好？哎呦，我觉得我在手机版的节玩的特别好哎、欸，啊，电脑版怎么玩的跟垃圾一样？因为电脑版已经太久了，会玩的人比较多。难道我在手机版找到我的中路第二春了吗？我刚差点死，吓了我一跳。没事。游戏结束。不是你刚才说什么啊？我说不关我的事。为什么？我刚刚突然之间跑到最深处。是不是没输过？我刚跟着你要冲温泉啊，然后杀完那只之后，干你回去了，然后我被绑在原地。